我方禁用英雄。里皮夸克一定要 ban。哎呦，沙发佣兵想选皮皮，观众想要你野，然后我打野哦，他们是想要我玩小青啊。好，我打野是不是？好，其实我打野刚刚没有玩得很糟糕，那我打野还是要我小青凯撒路。请选择使用英雄。哎，你辅助哦，反正我凯撒，好不好？我凯撒。我们上 S 的最后一把，拿出小青了。打野要甲虫是不是？好，各位，我们的最后一把。三天的成果就挺在小青这一把身上了。聊天室，请帮我刷一排皇帝加油，让我看到你们爱我的力量，快点！我们成不成功就看今天了。我们直播了三天了，三天就看今天了，快点！聊天室的各位，打一个皇帝加油，快点！敢对面出大象，靠呗！小青直接变垃圾，好啊，我们的阵容可以，我打主卡可以，我们会赢，可以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皇帝冷静，冷静。叫你冷静，各位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凯撒路 ，Let's go 了。我们先出魔方鞋，好不好？先出鞋子，五秒的时候卖掉换短剑。全军出击，卖掉换短剑哈。请求集合。OK OK。怎么又遇见了？我也不想遇见你啊，我也不想遇见你、啊。这一局可以的，我相信我的队友，我相信我的队友。我想对面一定会想先搞我，我们注意中路，我们看小地图注意中路。对面熊猫一定会想过来，不是熊猫啦，对面那两个，飞是飞类，熊猫打野。看到吗？我们这个对线。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咱们都是武道中人，能动手就比动真棒。干的嘞！我直接被插烂呢，我以为我是打主卡、欸，他带几走？对，他带几走？糟糕了，我们上 S 的第一个人头先送出去了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我方凯撒防御塔，那我们应该先出魔方血才对。没事，没事，各位稳着。哎、欸，干！我方中路，那飞类是过，那飞类着实是过分哦，这飞类确实是过分哦，他直接断线呢、欸。他得断兵线哎，然后上四等，他等下一定会来查我。一人吃饱，全家开始出。糟糕，这飞雷会把他们玩死，真的玩死他们了。对不起 ，I'm sorry。糟糕了，你们留一个超肥的飞雷来跟我打、欸。凯撒还未，凯撒还未刷新，正义凯撒。你看，魔龙凯撒，我还没上四等哎、欸，他会不会突然窜出来啊？魔龙好，上次等，上次等。凯撒被击败，魔王也奏趴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来，我们第一件装就直接上那个哈，角斗士完就上聚魂。现在那个飞雷一定很想插我，你看你看，你看你看你看，妈的嘞，动不动就他妈插我哎、欸，没关系。敌人消失。全家不饿，我们就跟他对线压着就好了，人都不见了，我很怕对面打野想主卡，我很怕起来干你了。敌人消失，来，我们下一件装直接狙魂。哼，天下第一只是一个虚名，但我现在很需要这个虚名。集合，加入很精彩哦，准备团战。那个甲虫。下去了，下去了，飞雷下去了。看不清的战，开始撤退。还真是绝，发起进攻。钢铁防线消失，弩车出击。靠着一双手打出的传世家业。很紧张哎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现在完全打不出东西，我现在很紧张。咱们都是武道中人，能动手就别动口。可以可以，我们再回凯撒路，我们要打很稳。这一局我们背负的东西太多了。可以直接压，熊猫来了，熊猫来了。可以 ，nice。
中路。可以，可以。我们这个拉扯，这个拉扯，可以。有料，有料，有料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们上 S 不是梦。状态很差，请求撤退。来，我们继续贯穿凯撒路，其他的交给队友，其他的交给队友。我们继续贯穿凯撒路。大象双解，好的。那我的小心更废了。大象双解控，哎，魔龙已被牵绊，人都不见了，我还是不要打了。我们打保守一点，打保守一点。等下如果飞猎突然想跟我们打，代表旁边有人，有没有？天下第一只是一个虚名。但我现在很需要这个虚名，大招还在冷却中。这里四只哦，大招还在冷却中，排山倒海。干，没收到，可惜残血。哇，那个输残血啊，你有看到吗？我刚跟萨尼这个配合，结果哇，输残血，可惜可惜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们可以的，各位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稳着稳着稳着。胜利在跟我们招手啊！胜利女神在我床上啦、啊！注意凯撒，带个魔龙，全家不饿，嘿嘿。上 S 就用小青上，好不好？请求集合。卡芬，你被插爆！哎、欸，哎呦，太扯啦！拆塔教科书来了，没有人可以阻止我拆塔。看伤害不够，我都看到输了灌他一套，结果他没死。QQ 馒头，哎，我上 S 不是梦，各位。哎哎哎哎哎哎哎！魔招还在冷却中，气之源以无限为有限。艾琳凯撒已被内外请求集合，在冷却中，魔王也奏吧。哎，招还在冷却中。哎干，我没有按到瞬移，我没有按到瞬移，我没有按到瞬移，靠杯嘞。太瞎了吧！这失误很丑哎、欸，我没有按到瞬移哎、欸，而且旁边超多人哎、欸，旁边人多到爆炸哎、欸！请求集合，来一气！和我斗刷牙，身体正在回城中。我的天哪、啊，这样他还没死哦！我天哪、啊，熊猫，我的天哪、啊，你居然还有凝霜哎、欸！我天，这里有戏！哇、wow. ！打我干嘛？又不是我追你的，靠杯。各位 ，S 离我们很近啊，我们的射手很猛，我必须摔一波，这一场我必须摔一波。可是我大象双解控，我要怎么打？我壁咚下去，大象就会解控了、啊。好好好，你要先骗，对不对？好好。先祖重名，请求集合。一双手打出一点，别太冲。主动装备还在冷却中。没有用，壁咚直接没用，我壁咚直接废掉，主播带，你带，没有人理你，你直接推上，没有人理你。我的他妈壁咚直接没用哎、欸，一波哎、欸，没有人理卡芬妮、欸，没有人理卡芬妮、欸，对面出大象我真的没有办法、啊，完全被扛哎、欸，不可能最后一场，然后我好不容易要上打一场好的素材，结果对面就出大象吧。我们有瞬移可以开波，但是对面有大象就干啊！我整个没屁用，我现在就像是一只超级小兵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有大象在，没有办法开。我跟你讲，我上 S 之后，我绝对会哭，我会哭啊！这一场我赢了，我绝对会哭啊！我开了三天的直播、欸，哎，可以，会开，但是为了开他一个瞬移都交了。萨尼好了好了，没有人跟了。我跟萨尼为了开他一个，结果哇，瞬移我直接交了、欸，他好像也交了。可以压吗？压得进去吗？
主动装备，就绪。这场大象真的太麻烦了，哎、欸、嘿。大招根本就没屁用啊！可以，一波了 ，S 了 ，S 了 ，S 了，我们 S 了，各位，我没有再躺喷，我 S 了，这一场有大象双解控，你不能再说我躺喷了吧？我们历经了三天的努力，三天，对面这一场出大象双解控，我真的已经尽力了，我尽力了。我现在感谢我的爸爸妈妈，感谢我的阿公阿妈，感谢一楼，感谢所有支持我的粉丝各位管理员们，我真的很感动。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我一定要哭一下啦，感谢各位一直以来的支持，哈哈，我天哪。